黄金一百秒，全民乐猜，手机摇一摇，猜选手成败，赢金豆兑换抽奖机会，惊喜连连，幸运不断，耳环、戒指、项链、黄金饰品一波波来，年终年末还有惊喜大奖等你来拿，你也可以金豆攒攒攒，总购客服直接兑换黄金饰品，每周五晚上7:30 ，CCTV 三黄金一百秒，我们不见不散。你看咱们杨帆哥多积极呀、啊！就是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看那红太狼，那平底锅打那灰太狼，感觉可帅的。看你演奏这一段，我看你是跟我们杨家父子杠上了。我练菜刀呢，非常的危险，也没事就是受伤。我媳妇儿是护士，她懂得包扎。坚持下去，阿姨，你家是男孩女孩？女孩。您做超女多少年了？也几十年了。几十年的超女。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别拦着了，姑娘，已经回到手了。收看由梦剧人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在这里最最最最热烈的掌声，首先欢迎今天光临现场的200位黄金观众，更加热情的掌声要送给我们即将登台的黄金选手，欢迎你们，加油！我给大家推荐一位优秀的年轻的酿酒师哦。他的厉害之处就是他可以不用酒精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份天旋地转，不用酒精酿酒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天旋地转，他有他特殊的本领，而且他有一个霸气外露的名字叫人如其名，让我们有请恐龙。主持人好，哎呀，不用问了，霸王龙，哇，他确实很壮啊！什么时候发现椅子可以不是拿来坐的，是可以拿来转的？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啊，比较就是说喜欢那个转课本，完了到后期呢，我看到家里的什么东西，我都想转一转，就是甚至我家切菜的菜刀我都练习。后来是不是退学的原因是因为你把老师给转起来了？老师有点蒙圈。那我问一下，这个恐龙是你的真名还是？我是孔子的孔，对，不是那个动物的孔，就是虽然说长得有点像恐龙，姓孔，姓氏的孔。我以为孔子的孔。小时候孩子，你妈妈希望孩子长得更漂亮一点，所以给起名叫恐龙。巧了，对。来自哪里？我来自山东济宁文上县。来自山东济宁孔氏家族嘛。嗯，对对。做酿酒师多少年了？我跟着我父亲做酒30年了，现在是国家一级酿酒师。哇，他刚才说你不用酒精酿酒，这个说法，我是说他不用酒精就可以感受的，你这不天旋地转吗？对，老想着喝。是这么个意思，它可以让任何的东西啊，转起来，只要能转的，它都能让你转。旋转。我是喝了酒才有那效果，是吧？还有什么其他可以转的？家里切菜的菜刀，今天要展示一下吗？展示一下，因为那个我练菜刀呢，非常的危险，也没事就是受伤。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但是我有这个条件。你为什么不怕受伤？我媳妇儿是护士，她懂得包扎。完了之后呢，我的刀技提高了，他的这个业务水平也上升了不少。就是咱得练的。对，我想低调，可实力他不允许。要能包扎。那个杨帆哥，你试一试这个菜刀的这个锋利程度。没问题、啊。削一削。因为我在家肯定是经常做饭的，做一个好男人嘛，在家。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蓑衣黄瓜。我看看，这蓑衣黄瓜很讲究啊。我的天哪！刚好一口一根儿，我改一下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蓑衣黄瓜头啊，很锋利啊，刀是没问题。其实仔细给个特写的话，我们镜头都可以拍到是开了刃的。你们往后啊，行，没事，很安全，经常那个啥练。哎呀，主持人，我增加一下难度。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我想把我的眼睛蒙起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你表演我们害怕。来，现场的观众，请给两位主持人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你夫妇啥？这应该是我们俩。呀。现在吧，不仅限于转东西，我就是看我姑娘画画那个颜料跟画笔，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说加到这里面来。现在我就自己练那个转个篮球写字，我给主持人展示一下。明白了吧？一心二用哦，这么写啊？我以为。球还不掉下来，对。而且他的书法的基本功很扎实啊。接下来这个字不好写了，一，黄金一百秒，一，对。我们衷心的祝愿黄金一百秒收视长虹。好，准备好了吗？可乐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四金子总会发光。请转身。观众朋友在看节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进入专属小程序，竞猜选手的成败，累积金豆数值，有机会赢取黄金大奖。记得一定要收藏黄金一百秒互动竞猜的小程序哟。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这里是黄金一百秒，我们的挑战继续。接下来有请嘉明哥为大家推荐选手。推荐之前有个小问题，杨帆，你对重庆火锅的印象是什么？辣。你对重庆姑娘的印象是什么呀？辣。辣。接下来这位选手很辣。哇哦，掌声有请张辉映。好感动啊，刚结婚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吓死我了，觉得咱俩穿得好大，而且你们俩好配啊，杨帆，你知道吗？跟大家打声招呼。好，我们现场的所有好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服务员，我叫张辉映，今年23岁。对，谢谢大家。什么餐厅啊？是一个重庆的民俗文化特色的一个火锅店。啊，对，所以你们这个店的装潢应该是很讲究的。很古风的，咱们就传扬的这种民俗文化。那么辉辉今天来了也不是空手来，对，把火锅带来了，对不对？火锅倒真没有，你要去重庆的话，辉辉请您吃火锅。但今天呢，比跟火锅带来一样，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料带来了。你能不能听别人说完？对不起，对不起。行，那辉辉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黄金一百秒，所以不能空手来，然后就带来了我们最高规格的敬酒仪式。来，有请我们的道具，来先卖个关子，道具闪亮登场。好，那么咱们金龙已经来到了现场，那么这套龙呢叫做龙腾两江。你不要这么拿，我总感觉你拿个火箭筒子去了。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因为这个龙头是福气的象征，对对对，所以需要两位主持人小哥哥一起帮忙拿一下，咱们舞动起来，咱们龙现在在睡觉呢，对。杨帆来龙尾吧，你另当鸡头不当龙尾吗？来，音乐走起，来准备啊，来蹲猴。哇！尾巴太抢戏了，来走，噔噔噔噔噔，节奏一二三四，拍拍手，好，真的，来晃一圈，从高到低，对，龙舞起来了啊，没有沉睡了，你看咱们杨帆哥多积极呀，咱们嘉明哥好稳重，来飞一圈，噔噔跟着我走啊、哦，你看是不是飞起来了？好嘞，来杨。上九，行，来这个龙头里头出来的酒呢，就是福气之酒了。来，您可以倒。好，第二杯。这就很讲究了，可不简单。这个酒必须倒到身体里，然后从龙嘴吐出来，不能从龙尾巴出来，对吧？好，可以，好嘞，来，咱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要喝这个福气之酒的吗？一边一杯，好吧。我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喝到我们的龙胆。来，大表姐尝一下，咱们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先停一停，要是感情到了位，三杯两杯喝不醉，来。啊，好样的，来表姐的掌声。哎、这位大姐越来越年轻了，现在看起来像18。你只要到那家火锅店吃火锅，首先迎宾员就会跳刚才他上场的那段舞蹈，啊，哎，然后呢，敬酒就是刚才那个龙腾两江的敬酒方式。接下来他还有多才多艺，他还有吆喝上菜和你吃火锅的时候的助兴的舞蹈。对，火锅还能助兴。必须的，因为咱们现在吃火锅的，我们讲究都是一个仪式感，对不对？嗯。所以呢，在咱们店就可以体验到这种各式各样的仪式感。那想问一下嘉明哥，你平时在重庆的话，你喜欢吃火锅吗？以前喜欢吃，喜欢吃。那你最喜欢吃的哪一道菜？还用问？你看那脸和肚子还看不出来。对，毛肚，毛肚吗？嗯，那在咱们重庆呢，上毛肚有个讲究。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个说法，怎么吃嘞？毛肚应该吃在旋，走路才不得打偏偏。
什么意思呢？就是毛肚一定要吃的新鲜，走路才不会东倒西歪。哦，对对对，咱们上菜也是有讲究的。哎，哥哥现在这火锅吃的特别没意思，就缺一段热舞。是吗？那跳吧。跳这两步不简单啊！这慧慧以前是不是专业学舞蹈的？没有，从没有，从来没学过，从没有上过一节舞蹈课。算我没说，跳那么专业。所以现在在你们的火锅店里面，是只有你能唱能跳呢，还是其实也许所有的服务员都会有？其实我们最开始那个服务员招人进来的时候呢，或者是看到一个公告，然后说的是不要要求你非常专业，只要求你热情就行了。你们这个店里面最壮观的时候会有多少服务员像你这样一起跳起来？20来个吧。哇，大家可以想一个大厅里面20，会同时跳吗？会同时跳。哇，这个场面我只有以前吃铁板烧的时候感受过，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重庆感受一下。这个辉映的梦想是将来自己开一家火锅店，对吧？对，没错。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小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家旁边呢就有一家火锅店，每天就闻着那个火锅的香味特别香，然后就想从小呢就因为吃不起，妈妈不带我去嘛，对对对，吃一下火锅当时只要100多块钱，然后就说长大了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那么所以就来到火锅店上班。如果你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你希望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我希望把咱们的民俗文化发扬光大吧，重庆的比如说我们的川江号子，我们的码头文化，各种各样的。对，我估计照这样发展，杨帆他那家火锅店可能去吃火锅的都要求得会跳舞你才能进来。那看来只有我能吃到了。是吗？好的，那接下来100秒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挑战成功！我是觉得判若两人，和刚才那个姑娘，这是柔美的一面啊！我先来看一下票数啊，112票。如果说从来没有学过舞蹈，业余的能够有舞台这样的效果是非常棒的，加油！是金子总会发光啊！孟之源的项链送给你，希望你加油。孟之源，黄金100秒，挑战程度极限，黄金100秒奖品由孟之源独家提供。那刚刚嘉宾哥推荐了一位麻辣的重庆姑娘，那接下来我要将这份麻辣进行到底。哦，我请上7个姑娘，掌声有请
麻辣花甲组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二位帅哥主持好，欢迎各位阿姨好，各位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阿姨啊，一直眼睛直盯盯的看着我的话筒。阿姨，您的话筒在嘴边了。一看是麦霸了。我就说你怎么还不把话筒给我呢？是吧？您自己都有了。各位阿姨，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我们是麻辣花甲组合，来自吉林省吉林市。首先介绍了，来自吉林。而且叫麻辣花甲，我们也猜出来了啊！这个阿姨组合，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5岁啊。这个花甲，最高龄的71岁，我不知道是哪一位。71岁的他家里有病人没来了啊，没来。然后最大的就是我了，69。69岁，最小的年龄也已经60岁了。60岁，哪位？我啊，好，那这一次他们来到黄金舞台呢？要展现他们麻辣舞蹈的魅力，嘉明哥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阿姨，主攻的方向是舞蹈，他们跳的是哪种类型的舞蹈？这不需要想象，这只需要联想。我就期待着，就是刚才那个张辉映，40年后的他重返舞台。那你认为应该是属于什么民族舞？既然是麻辣，应该是街舞。错。我给你5次选择的机会，在这个台上证明你的智力，嘉明哥。民族舞错，群魔。大家可以帮嘉明哥补充，你们认为阿姨们是跳什么舞的？广场舞。完了，这马上就能想到的，我能问吗？这边的观众，什么舞？现代舞。不对。急死我了！芭蕾舞不对，不对，爵士舞。我就这么说吧，你们猜出来，我就辞职，辞职。我就敢这么说，对不对？那个霹雳舞，咱们派一位阿姨做一个动作，好嘞，好不好？让娟儿给你们做个那个，我来配合您一下。好嘞，姐配合我，因为我这个身材也比较合适。太不尊重阿姨了，杨帆，你居然以辞职相威胁，我们就成全你。我中了圈套啊！那你就是这样，好，我现在做一个舞蹈动作，大家猜一猜啊。什么意思？我往这一站，你们就猜出真答案了。阿姨动作做出来了，但正确答案就是钢管舞。明白了吧？这是舞，那是钢管。但是阿姨，你看啊，大家刚才猜了那么多答案，就说明你们也有那么多选项，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最难的钢管舞啊？怎么说呢？我开始学钢管舞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原来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退休以后闲着就打麻将，打麻将打得昏天黑地的，然后就病很多，颈椎啊，然后犯起来就会头晕恶心，然后，走路膝盖也会那个关节炎。啊，都会疼得很厉害。后来这个，我女儿她是钢管舞教练，因为我一开始吧，我没有往这方面想，她毕竟是年纪大了，不能和年轻人比。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女儿在给零基础的人上课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在管上飞起来特别美。然后我下课以后我就小声的，问女儿，我能试试吗？完了，女儿说当然可以，就教我。女儿说妈，你只要戒了麻将，什么都可以。我都能猜出阿姨以前打麻将，你喜欢抓什么？喜欢抓条子，对不对？条子最像钢管。钢管舞啊，跟零基础学其他舞种最大的区别是需要进行力量的训练。力量的训练。所以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阿姨们现在每天都会进行高强度的力量训练，这是每天的基本功。我觉得如果咱们请一个年轻观众可以上来和阿姨们比一比啊，有没有人自告奋勇的想学钢管舞的？但是啊，这个小伙我看出来了，你今天已经和阿姨们穿着一样的。
一看就是你的灯台，就看你的人缘最差，因为我们说谁来，周围的人全把他往外推，哇，天生的钢管料啊！小伙，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这些阿姨的岁数，所以你想想一下，他们家女儿的年纪，对不对？给你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是因为帆哥已经结婚了，你以为你能上得来吗？来，小伙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彦钦，现在是大学生吗？大学生。学什么专业？金融专业。你也是东北？我是东北的。东北哪儿？沈阳。阿姨们，咱们教教他好不好？好。而且七个阿姨陪着你一起练，咱们先来俯卧撑，好不好？好嘞。好。小伙，祝你好运。加油！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够了够了好了，阿姨，你看这孩子早就停了，家里有闺女的先暂时不要考虑，小伙这体力现在是差了一点，这是最开始的训练啊。下一步，咱们其中一位阿姨教教你平板支撑。谁来？好，这位阿姨哈。小伙儿，你放松，你放松，不要怕，哎，你是回不去了。来来。腿合上，对对，哎哎，好，加油加油！你但凡支撑不住了，你给我一个暗示，我来帮你，好不好？我助你一臂之力。加油加油加油！小伙还有什么话想留下吗？我想回东北了。哎，有女朋友吗？我没有。坚持下去，阿姨，你家是男孩女孩？女孩。今天就看你能不能比过我了。好，在老丈母娘面前好好表现一下。真是拼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哎，大小伙，你就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打动了阿姨。阿姨，我问一下，你家女儿今年四十几了？四十二。掌声送给她。我觉得阿姨也要节约体力，好吧？刚才二十个俯卧撑，哎，那也当热身了。我们期待着黄金舞台，属于你们，好不好？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机子总会发光。请转身。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等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
战成功！祝贺阿姨们！来而不往非礼也。黄金一百秒最好学的主持人是杨帆，而且你跟钢管已经结缘6年了。裤子要滑，没事，这个管没事。一圈，两圈，最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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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圈。阿姨，带红包了吗？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哎，杨帆，说实话，阿姨，你就看我这种，就是对艺术这种虔诚的精神。我们来看观众给出的支持票数，哇，139票，非常高的票数。孟姬妍的黄金项链送给你们，来，我们送上祝贺的掌声。孟姬妍黄金100秒，挑战纯度极限，黄金100秒奖品由孟姬妍独家提供。接下来这位选手，他的职业很厉害了，哎，他可以看清你的五脏六腑哦。什么职业？透视。哎，对了 ，B 超大夫。哦，哎呦，掌声有请。哎呦，张素贤，欢迎张大夫，您慢点。张大夫好。两位主持人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呦，声音真好听。我是来自辽宁葫芦岛市，一位退休的 B 超女医生，大家可以叫我超女。哦，哎，有意思，超女。没错，可以这么说。您做超女多少年了？也几十年了。几十年的超女，您已经退休了。啊，对，我已经退休了。据说您今天登台，是为了您的老伴儿来的。对。为什么？我的老伴儿呢，他是葫芦岛市的一名公安干警。我老伴儿呢，2015年的时候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塞，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中风。我的老伴儿呢，就是在工作期间特别的敬业。记得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因为安保。所以呢，他们的公安干警都要去执勤，没日没夜。哎，对对，在这个期间呢，我老伴儿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瘤，这个瘤呢就是一个多头的疖子。当时呢，在脖子后面长得很大，很疼啊，他没去检查吗？当时确实是想让他就住院吧，当时还发着烧。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不影响工作，他一直没吭声，没去医院，哎，没有去医院，也没有跟领导和同志们讲，一直等到把任务完成了，他才去住院治疗。所以呢，他这种敬业的精神呢，确实得到了局里的全体干警们确实都很受感动。辽宁省公安厅给他这个。荣立了2等功一次，所以您作为家属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对吧？我觉得他干的这个事儿确实很值。作为一个人民警察，就是应该保卫人民的安全。而且，老伴儿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听张老师唱歌。对，因为有这个爱好嘛，所以我就想还是唱歌吧。因为我的关节不好，2016年我的左膝关节做了置换，做其他大的活动呢我做不了，然后呢没办法，我就说用唱歌吧，因为唱歌也是一种最好的锻炼。没错。哎，今天是一个浪漫的约定啊，因为先生说我想看到你到黄金100秒的舞台来演唱。今天先生也来到现场了啊，对，他今天也来了，我们掌声有请啊。对，他行动不太方便。哎，叔叔好。哎，两位主持人好。您好，来，有请。我老伴儿特别的喜欢，和我一样特别的喜欢杨帆和佳明，今天真的见到真人了。对，特别喜欢看黄金一百秒。哎，欢迎来到黄金一百秒。哎，今天这个见到你本人了，我也特别高兴。还有佳明，见到活的了啊！本人是不是比电视里看着来还帅？是，帅。谢谢。刚才您上场之前呀，
阿姨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您过往的经历，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楷模，我们都要向您致敬。应该做的啊。您之前这个身体不是很好，但是看到今天您都能够站上我们黄金舞台，我们很高兴。您恢复得真棒。这是我老伴照顾得好。我这2015年得过脑梗以后啊，都是他精心照顾，微不至的照顾，包括吃这个吃喝拉撒都管，都有了。你包括他，你看我洗澡，家庭吃饭，都是他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照顾我。我老伴儿呢，他这个得了脑梗以后，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脑血管病的病人，他这个语言上和记忆力，因为他的磁共振呢，脑已经有点萎缩，所以他的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各方面都下降了很多，差很多。我问叔叔一个问题啊，二老结婚多少年了？我们是七八年结婚。七八年，四十一年了。叔叔啊，其实今天机会挺难得的。是的。有时候在家里面不好意思开口说的话，在这儿容易说出来。是。您今天有什么话对阿姨说？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结婚都40年了。感谢你一生的照顾。应该也希望你能唱好歌。你后边这句话说的有点像家长了。我现在离不开他。实话，这是实话。这离不开这几个字哦，真的让我们内心觉得很温暖，好感动。阿姨即将登台唱歌了，能不能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手牵手一起来说出。叔叔还记得我们节目的口号吗？慢慢说都行。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这样的气息，这样的嗓音，也祝贺您成功了。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谢谢两位主持人。我们来看一看观众的支持票数，请看大屏幕。哇，135票支持您。说了那么多感谢啊，最应该感谢的是老伴儿，对，就是他给您的鼓励和肯定。是的，您今天才能成功。真的，我非常感谢我的老伴儿，他离不开我，同样。
我也离不开他。祝二老永远幸福，孟静媛的金项链送给您。谢谢，谢谢杨帆，这是我们最真诚的祝福。谢谢大家，再次送上掌声，谢谢。孟静媛，黄金一百秒，挑战纯度极限，黄金一百秒奖品由孟静媛独家提供。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选手，他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嗯哼。掌声有请张云鹏。主持人好。你好云鹏。小明哥好。小芳哥好。云鹏，你觉得这么介绍你可以吗？可以。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可以看这个特写。快递，快递小哥。大家好，我叫张云鹏，来自内蒙古通辽市。谢谢大家。你看，我是一名快递员。快递小哥多敬业，我觉得挺感动的。为了上我们节目，还不忘了一会儿去送充电宝，是吧？这个其实杨帆哥，就是我充电宝对于我们快递行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嗯，因为每天我们早上从6点多，出门了，晚上9点到家，在这期间呢，会和每一个客户打电话呀，没错，您好，您的。快递到了，跟他去沟通，所以说需要保持住联系，不能断电。但是我的呢，要比别的快递员的多一些，因为我在这个在间歇的期间，可以跟我媳妇他们视视频啥的。云鹏已经成家了啊，而且还有一个宝贝女儿，但是目前是两地分居，对，所以送快递的间隙，通过视频和家里人交流，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没错，所以三个充电宝，是。但是呢，敢自信的背把吉他上来的，应该唱歌，都是很自信的。啊，不是，每天视频的时候，其实想他们，因为我们相隔了300多公里，要是不忙的时候，我一个礼拜能看着他们娘俩一回；要是忙的时候，像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基本一个月、俩月我都回不到家去，就看不着他们，啊，就特别想他们。但是我想他们怎么办呢？我跟他们视频。我还不能说是，哎呀，媳妇儿，我想你了，姑娘，我想你了，我只能说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弹弹琴，一起娱乐一下子，就是。妻子跟女儿今天都来了，啊，对，来了，我们把妻子跟女儿请上来，好吧？好的，好的，来，掌声有请。亚明哥哥好，杨帆哥哥好。你好，小公主，宝贝儿。长得可爱。大家晚上好。这绝对是亲生的，长得跟爸爸太像了啊！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一轩，今年6岁了。啊，太太也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叫王娇。说你平时最喜欢和爸爸在视频的时候唱歌，对吗？现在你可以点歌了，你唱一首。爸爸唱一首，你们再一起唱一首，可以吗？可以。嗯，你先来一个，打个样，好不好？爸爸有点紧张。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着娇，爱你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天天想你的欢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臭多的酒。不错，未来的黄金选手啊！现在就是宝贝儿，就是你年龄太小了，好不好？叔叔在这里答应你，今年6岁。你16岁就可以参加节目了。10年之后，节目不黄，你还可以来，好不好？据我所知，当年追太太也是靠你的歌声，对吧？对，当年追她的时候，哎呀，费了挺大劲的。当时长得好看，那稀罕的不行了。一首歌就给我迷住了。我就一首歌吗？啊，对，对着我唱的。当时就唱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就打动你了，一首定情歌打动了你少女的心扉，对不对？对。如果没有猜错的，是不是阎维文老师那首《母亲》？我
随便说。是那个，当时情景是这样的，情景是，我看他特别好看，我就在后面追他，我就在他后面弹琴。完了，他当时就觉得谁一回头时，我就很深情款款的，为了唱了首歌。好，来来来，原影重现啊，你往前走啊，然后一回头开始。对面的女孩，你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寂寞的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别拦着了，姑娘，已经追到手了。云鹏怎么都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重现仅仅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位小姑娘啊！你刚才那个姿势是什么意思呢？不想让爸爸看我妈妈。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因为看我妈妈的话就不爱我了。哇，你好幸福啊！啊，淡淡的一股醋味儿啊！哎，孩子小都这样，因为我在家也经常这样。我也是女儿嘛，也会拦着啊，不行，靠近我妈妈。为什么？答案差不多，因为那是我的妈妈。对对对，不是你妈。对对对对，至少都是这样的，很可爱。所以这个做快递小哥，不管再怎么样辛苦，对吧？你的工作是有动力的。对，每天就是再忙再累的时候，到了家里，我只要跟他们一视频上了，一看了，那就累，根本就不累了。小两口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将来。首先要把这个快递要做好，既然咱们干一行嘛，爱一行，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城市呢？因为当时，他的姥姥们在同僚，想让孩子接触更好一点的学习环境，因为我们那地方属于偏远山区，所以说没办法，为了孩子，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对，为了现在你们生活城市的教育会更好一些。对对对。啊，这个小伙这么拼啊，这么为家，应该在一座城市里面。因为你一切的奋斗是为了这个家，对吧？对，确实。好好加油啊。嗯，那要不一家人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好，好不好？好，来，三二一，是金子总会发光。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你不必过问多说，自己听说，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总有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不再伤心，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感觉我无地自容。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曾感到过寂寞，也曾被别人冷落，却从没有感觉我无地自容的样。挑战成功，金光闪闪亮，梦想闪闪亮。先来看一下你的支持票数，113票，祝贺，带上我们的孟金元的项链，希望你们加油，早日全家团聚。挑战纯度极限黄金一百秒是由孟金元独家冠名播出，有请杨帆继续推荐。神州大地，
华夏儿女，藏龙卧虎，我们杨氏家族在整个百家姓当中据说排名前十。接下来我就要有请我们杨家的父子代表带着他们的兵刃出场。这是现代版的杨家将吗？就在我说完开场白的同时，我们的导演用我耳机提醒我说我刚才谦虚了，我说我们杨氏家族在百家姓当中排名前十，他说范哥太低调了，我们排第十六。见到家里人了啊，500年前是一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我叫杨志刚，今年41岁。大家好，我叫杨瑞，今年13岁。这是你老师？不，这我不，这是我爹。而且看到没有，今天爷俩上来带着自己的兵刃出场。哇，这个乐器来给大家展示展示。来特写镜头啊，锅，这就勺，平底锅。我脸，这我脸呢？脸，帅。再看老爸，这是扫帚，嗯，这是铁锹。所以其实爷俩用的是自制乐器。对，对，自做的。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你们老杨家目前排名96位？但是也说明我们杨氏家族藏龙卧虎，必须的吗？也看出我们杨氏家族在家庭里面的地位，都是干活的。但是这不开玩笑讲啊，这个我们常用的生活工具能做成乐器吗？它的音色又是怎样的呢？嗯，它的音色一会儿您可以试一试啊。这是您的原创吗？这个本身是有一个其他的人的一个创意啊，然后我又把它一个改进啊，这是一个改进的，以前我见过一根琴弦的类似的，然后这个是我的原创，这个也是我的原创，这都是自己做的。请教一下，用这个生活用具来做成乐器以后，它最大的不同和传统乐器相比，最大不同就是可以边弹琴边干活。杨家将真厉害。小伙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平底锅的？哎，平底锅啊，就是我小时候看动画片，看那红太狼，那平底锅打那灰太狼，感觉可帅的，挺帅的。我以后我也想找那样媳妇。你们杨家人才辈出。长大后你就成了我。来，咱们接下来就揭晓我们神秘乐器音色的时候了，好不好？小伙你先来一个，好吧？下面一首《光辉岁月》，由我们父子俩和我们杨帆哥一起共同演绎，走起！杨氏乐队。至于吗？一首《光辉岁月》送给我们的未来。小伙儿，拿出你的摇滚的精神。总领航在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地点唏嘘。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宁愿不拥有并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困惑的挣扎，自信可解别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哇哇哦！
在一首深情的歌声中，我们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杨氏家族一直排名第16？小伙才13岁，你这吉他弹的真的是非常棒。你几岁开始接触？我是8岁开始这样接触这个吉他的。你能给我们现场 solo 一段吗？弹卡农吧。哎，都行。我13岁能弹成这样，来 solo。是啊。哪是13岁啊，浓浓的30岁的气质。而且小伙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对平底锅这么感兴趣，你长大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厨师。但是我请教一个问题啊，一看就是你的音乐肯定是受老爸的影响，但老爸会不会有点抠门啊？那就给你买好的电吉他就行了，为什么非得要把家里这些锅这些你妈答应买？我爸没对象了。我爸也是这样，在2009年，也就是10年前，怎么说呢，突然间就是家庭就产生了一些变故，太突然了，然后妻子去追寻她的一些想法，然后也离开了我们，孩子从小也就失去了母爱，然后在同一年我父亲也因为癌症离世了，然后事业也很失败，然后整个人生陷入了一个灰色的一个阶段吧，然后是音乐让我们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坚强起来。所以这些年是您带儿子，对吧？对，是我带儿子。小伙儿13岁也懂事了，你要是你比同龄人懂事，想你爸再有个伴儿吗？实话实说。这就是我的梦想，我爸能找着个女朋友。哎，希望爸爸找个女朋友，为什么呢？我爸现在也是没有人陪伴，现在也是特别孤独，现在我希望我爸能找一个伴儿。哎呀，爸爸很老吗？找个伴儿，谢谢。但是你会突然觉得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他理解你。嗯，大宝，谢谢你。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啊，他跟给孩子买一样乐器意义还不一样。对，因为我觉得首先做一样乐器其实更能够就是锻炼孩子的这种创造力，而且爷俩有共同的爱好，我相信你们之间的那种隔阂会少一些，父子之间的沟通会多一点。对，嗯，这也是孩子最理解您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嗯，我们一起共同学习音乐5年了，我们真的在音乐中得到了快乐，我们父子的感情在音乐中也得到了升华。老弟，大哥，哎呦，谢谢一天。来，父子俩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转身。黄金100秒计时开始。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伤心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刚才是你们杨家父子对吧？对，带来俩乐器对吧？嗯哼，一个锅，一个扫帚。来而不往非礼也。接下来要请出我们两位李氏家族的吗？李家姐妹啊，也是两种乐器，掌声有请，赤焰组合。李家姐妹，浙江有礼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是赤焰组合。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事实胜于雄辩，想想他那个队推的那个选手的乐器，再看看我们这支队伍的乐器，我们的二胡都是龙头，我只能说华而不实，证明给他看。看你演奏这一段，我看你是跟我们杨家父子杠上了。那你的这个呢？其实我这个乐器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大家在交响乐团上可以看到一个很优雅、对特别大的一个，而且很空灵啊，竖琴的声音。但他担任的角色可能大家很少会，瞄到他。他的作用的话，可能就是，100个小节，你要数98个小节，后两个小节可能会属于你啊。如果你要是数过去了，这一场就没有你了，对，或者说是中间睡过去了，对，很容易被忽略。哎，我觉得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的交响乐团当中的那个竖琴有多大，它的琴弦有多少根？大概是1.8米到2米高啊。琴弦呢？然后琴弦有47根弦。所以你这个是微缩版的是吧？对，我这个小竖琴宝宝方便携带。那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好，借着今天这次机会呢，我也是非常开心能见到主持人两位哥哥，然后特意给大家准备一首歌来表达我今天我们的心意，对两位哥哥的心情。感谢感谢，来有请。很优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了杨家父子。而且我听这一段的时候，总感觉有这个，你看他这个音色，总感觉有点这个电脑要关机的感觉。你发现他们这个组合很有特点啊。首先，两位姑娘一南一北，对，我是福建姑娘，吉林姑娘，对对。而这个乐器一中一西，对，是什么一个灵感让你们组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在平常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少见到二胡会跟竖琴结合到一起，就觉得好像可能这两个乐器不那么容易融合。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想尝试，想去突破这个观念，想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形式，很有创新精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些经典的曲目，我们俩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就是经典的曲目换你们这两样乐器重新的去演绎一下，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对，比如说哪些经典的曲目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听一听，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唱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唱。没问题，杨帆，杨家父子，请准备。总系我爱鬼，那首过了。
爱了。也暴露了杨帆有一段北刚来北京的一段经历啊，他前三年没有租过房子，为什么？他晚上都住在卡拉 OK。没有你不会唱的歌啊，我发现这都是经典嘛。好的，姐妹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转身。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黄金一百秒，有请杨帆继续推荐。我推荐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来自一所名校中央音乐学院，他今天来到黄金舞台，一是为了做一个汇报演出，另外也是展示自己。来，掌声有请张小希。欢迎小希。你好，杨帆哥好，嘉明哥好，我叫张小希，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我是声乐歌剧系。这个是重点啊，歌剧，有人听过歌剧吗？有人说维塔斯那算歌剧吗？维塔斯那属于音乐剧。对，因为好多朋友啊，以为说在这个上面又唱又跳又表演的是不是歌剧，其实还不是。对，小希可以给大家介绍音乐剧跟歌剧其实有很大的区别。音乐剧它主要的唱法是流行唱法，然后歌剧呢主要的唱法是美声唱法。然后比如说舞蹈的话，音乐剧的话舞蹈在音乐剧中占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歌剧的话属于一个穿插性的素材啊。小希的外形是比较秀气小巧的，但是你说话的其实你的声音是有厚度的，我猜你应该是女高音。你是女高音？对对对。你的主攻方向是花腔女高音。哇，但是你的这个身材驾驭花腔女高音是不是显得有点吃力一点？因为我们印象好像是不对，威猛一点。这他这应该是偏见吧，对吧？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偏见。因为唱美声，我看好多就唱男的唱美声的，肚子必须比嘉明哥还得再大一点的那种，才能唱好。你要真是跟那比，我还算是苗条的了。对啊，那要不这样啊，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普及一下，来一段最经典的或者你喜欢的歌剧的一个唱段，好不好？那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剧《清教徒》里的一个选段。
唱的那么好，但是也能够看出来部分观众那个表情还是有点疑惑，有点没听懂，对吧？我也没听懂，咱知道唱得好就行。对，其实歌剧大家都会觉得听不懂啊，因为是意大利语，然后包括德语、法语构成的，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挺冷门的吧，就算是一个很冷门的。你在理解作品的时候也会有困惑吗？首先要看一遍它的原版，就是怎么样去演绎，然后经过它的原版，故事背景，对吧？对，你要了解的特别透彻，你再要经过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思考，然后再去演绎出你自己的觉得最合适的一个版本。其实有时候大家提起歌剧会觉得好像有距离，我们换位思考，其实它跟京剧是一样的。对对对。最后它其实我们说你成为这个老的票友，对不对？你其实是要听出它里面的韵味儿，它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养成的。是的，是的。正因为有我们这样一群人，我希望我们能让大家所接受、所喜欢。但这是你的选择还是父母替你的选择？我的选择，我父母特别支持我，而且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小新，那请教，你自己也知道，其实在选择的是一个冷门的职业。而且其实歌剧这个职业，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形容是最贴切的，目前的状况叫曲高和寡，对吧？对。那你靠什么在坚持？我觉得其实就是热爱，就是感觉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听起来感觉就太平常了，或者是一种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我明白，但是对你来说，热爱这是你的真实的体验，对，甚至是你的一种能量。对，因为我希望尽我的绵薄之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歌剧，让大家喜欢上歌剧。就是歌剧在你心中的分量，不亚于就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对，爱他的偶像。对，我其实就是那个追星族，是一样的。是吧？对，其实小新你要有信心，我相信我们的中国观众喜欢歌剧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开放，我们现在是地球村，想想现在每一年有多少中国人出去旅游，我说出去旅游不仅是看风景，也是在感受别人的文化。对，哎，所以我相信那个座位会坐得越来越满。对，一定要有信心，我也相信，要坚持，我也相信。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黄金观众，这观众席坐得满吗？满，太满了，他们可以发出20000人的掌声和欢呼声，对吗？我们给小西加加油，加油。好，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转身。黄金100秒计时开始。祝贺你！来，我们看一下你获得了多少支持票。128票，还有上升空间，希望你加油，好吧？好，谢谢，谢谢大家。观众朋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综艺春晚的手机客户端，更多精彩综艺资讯抢先看。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选手啊！无论挑战成功与否。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这一期的黄金一百秒，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黄金大舞台有料你就来，是金子总会发光，下期节目再见。梦想闪闪亮，好，3、2、1躺。如果他待会儿要您的微信号，您会给他吗？肯定要给的呀。我要开始炸街了。各位叔叔们，为什么来到黄金舞台挑战？因为我们主要是想找回我们的青春的感觉。你想想那个画面，
女儿国的国王拿个砖说：“圣僧不要走。”女儿美不美？